请台南市学甲区区长柯志荣就位，白志生、吴志生、卢主就位，请卢主李彦龙就位，请白志生副这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文忠、陈俊逸、李建仁就位，吴志生就位，请全体委员主席兼全体党干事啊。全体信徒代表部分立法委员参选人，甘顺做秘书，吴秀媛就位。你今台湾各地区参加这届志雄团，谢天一各界代表就位。恭迎中华民族连坐连宗，成为安坐，请朱志刚董事长、副董事长就位。副董事长，麻烦刘善兴就位。朱志刚全体党干事票我，thank you.
列祖列宗祖文全体赴福，以中华民国108年4月15日，天文纪亥年3月11日，学甲自浙江上北搭合作制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下孙吴伟廷，主席我台学甲副副长胡志莹，该党副主任委员王文忠、陈俊业、李建立全体委员，及朱浙江党干事卢主李彦彤。立法委员参选人陈顺哲秘书吴秀媛，全体部门信徒代表、信徒以及台湾各地区参加制定志愿团的联谊各界代表，盛虹盛庆携手对手，今日红花酒礼之余，祭拜以中华民族联祖的中心座前晚，韩国开天结出三红，五帝树为太阳神龙，由赵孝和降淡烟环，圣君背出尧舜武王腾武革命统领地点，树以幸福发表东方万方向化世界地图，子孙子孙昌治民族之光，巍巍昆仑赫赫长江，五统五岳四通贯穿其中。委员下孙吴伟廷，主席我学甲副区长胡志莹，台副主任委员王文忠、陈俊业、李建立，全体委员台学甲主席长党干事卢主李彦彤，立法委员参选人陈顺哲秘书吴秀媛，全体部门信徒代表、信徒以及台湾各地区参加祭奠志向团，各地以各界代表敬献，九曲上升，升。分庭祭文，强化在天。Thank you.